我都不敢喝了，而且这么小一杯。等他找到前线，我再喝。哇，这个看着好好吃，羊肝，来不来一份，老婆？我现在被吓到了。比心。比心。我们现在在沙特的吉达，这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城市，号称是中东地区最有钱的城市。我们之前做过很多的百元挑战，对吧？但是都是一些比较偏穷的，第三世界国家。今天我们就要到沙特这个被号称是土豪之国的地方来做一个一百元挑战。我们去他的老城看一看，一百元到底能买到些什么东西？我觉得土豪国家提高成200元挑战，一百元肯定做不来。我好怕，你知道吗？我好怕一出手。游戏结束了就已经走了。Over。现在太热了，我们要不从一杯饮料开始。Hello, my friend, what's this? Calcate. Calcate? Yes. This one? In the morning, good. Okay. 你觉得 how much this one? How much? Okay. Okay. 这么贵，六块钱就10亿人民币。还可以。刷梅汁儿，这边，来两杯。这个是那个什么柠檬、哦。我们这两个喝过了，要不我们来两杯这个没喝过的，好不好？好。OK, sir, this one and this one, ten, OK? This one. Yeah, this one and this one. Ten. Ten, OK? OK. OK. 这看着有点甜的样子。哦、这个、糖有点粘稠，你知道吗？Five, right? Five one.110? 这么贵？ Why expensive? What? You say 6, you say... Okay. Okay? Okay? So, yeah. 我都不敢喝了，而且这么小一杯。等他找到前线我再喝。对啊，在这里消费就是这么高。我也不要不好意思，就直接问。对对对。真的。问。Yes, I don't know. I say 10. He says yes, yes. No, okay, no, okay. No, no. But why first okay, time? Okay, 那算了吧。Only 算了吧，不喝了。Okay, okay, okay. 吃克兰。关键是你们第一次想坑我。对啊。就开价10，然后第二次不乐意了，就是找个理由。其实他们算找个理由下台。对对对，然后现在又说上面标着10块，标着6块钱。那你刚刚为什么不说标着6块钱呢？对不对啊？对。然后想坑我们，对吧？你刚刚为什么说10块的？我们找到一家店，在江湖爆炒嘛，这个是。哇，这个看着好好吃，羊肝，来不来一份，老婆？哇，这哪里的呀？哦，好想吃啊。Hello, sir, this is your Arabic.Keep the 哦，他给你尝尝，尝一个。OK, shukla, 尝尝。哇，真的好有中国的味儿啊！是吗？就是爆炒的味道。爆炒羊肝儿。爆炒羊肝。哦，对，好嘛，吃完。好嘛，吃。哦，他夹了里面的。OK, 好嘛，吃。我很爱吃的。OK, 10块钱一个。块钱一个。OK, OK。哦，shukla。又给我来一个。哇，土豆。哈哈哈那边我们再去看看饮料。嗯。舒克拉斯。舒克拉。Hello, sir. How much is this one? 30. OK. Two. Two. 这个水是5块钱一瓶，就是人民币的9块钱一瓶。两瓶水是18块钱。我们买了一个这个18，这个18已经用了36块钱。36了。对。这个消费。稍微有点哈，稍微有点小高啊。像这里，你们说阿达马拉达姆哈里马拉克。OK。好，我帮你们解释一下。喝完之后就心好、肺好、身体好。你喝完之后给我看舌头。还好，没有。啊，真的好销魂，这个停不下来。我操！我就觉得他们糖放多了一些。我们再尝尝这个爆炒羊肝。我老婆先来，第一口吧。老婆是第一口的。不敢，我都不敢。来尝一下，怎么样？好，上不上头？有西安的味道。真的假的？我来尝尝，吃一口。嗯，哇，上头，这真的上头。好吃。嗯，这是我吃过最像中国食物的东西了。有没有那种像不像西安的肉夹馍的感觉？嗯。哇，记出来了。教你们一个诀窍。我们怎么把沙特的物价
变成中国的物价，就是在这里面加稀释水，一份钱喝两份的饮料，对不对？商家真倒霉的倒霉，倒了八辈子霉了。我们吃完了，来看表演来了。他们有提线木偶哎。对啊。看。每次都觉得提线木偶好可怕哟，万一突然看到他有一天线断了还在动怎么办？我要不来个冰淇淋，这个看着像传统的。How much is this one? Fifteen. This the ten. Okay. This one. 你要哪个？小的。小的吧。对。好。有玫瑰花瓣，有开心果。嗯。至于后面的是什么材料，我不知道。One minute. Okay. 他需要切。等一会儿再切。解冻一下。对对对，我们已经花了36块钱了，再加上18块钱，现在我们已经花了54块钱了。对。赛程过半，好像没买啥哈、哦。对啊，就没了。欢迎来到沙特阿拉伯，来开箱一下这个阿拉伯传统冰淇淋，看一下怎么样？这没法吃这个。我来吃。只能咬。对啊。怎么样？不要告诉我。奶做的，味道还可以。味道还可以。嗯。他们就喜欢吃各种奶味啊什么的，知道吧？加坚果中没那么甜、啊。对、嗯，跟我们在叙利亚吃的那冰淇淋挺像的，感觉还可以啊。走吧，进去观望。我就被吓到了吗？比心。Try this. Our house. OK OK. 哇，等会儿，等会儿去看看。嘿，这里还有好看的，我刚看到有个比苏丹还高的人。对啊。我们看这是什么呢？那这看着有点奇怪啊，这是吃的吗 ？What's this？ 咦？啊，这香的。哦，我是吃的。哦，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做香水的，知道吗？哦，是香味的。你要不要买个香水 ？OK， 就可以。要不要问一下价格 ？How much, sir? 嗯哼。哦，你看去里面。哦，来吧。哦，50。那不就完了？挑战。挑战失败了。失败了。你好，再看看。哦，这一套。尝尝。怎么样呢？太浓了，好吧。这味儿已经花了。雷儿看到钱就知道很浓了，知道吧？啊，走吧，那就。不，就我刚解决。对啊。他们的中东的香料是很好的。嗯。但是怎么调出来的香味老是感觉我就是打着像暴发户的味道。哦，现在是沙特时间下午4点钟啊，大家都开始出动活动了，气温哈。也是已经到达顶点了，我估计啊，现在气温应该是46度左右吧，差不多。巨热。现在我们所在的城市在吉达，吉达又号称是中东地区啊最最富有的城市，所以我们要去看一下它的大型商场到底是什么样子。据说哈，那能逛一天一夜。现在我们就准备过到那个商场去。我听了一下它的阿拉伯语，我们看一下司机能不能听懂我说的阿拉伯语。Draw the same moon. 来，试试。Draw the same moon. Hello, sir. Draw the same moon. Draw the same moon. 好吧，你听不懂 ，OK。OK。尴尬到无语。Read the same mail. 真的不要。Yeah. How much? 30. 30怎么了？慢点。多少钱？25。刚刚说阿拉伯语那段给我掐掉，谢谢。真的，尴尬到脚趾抠地，我不骗你。对。走吧。似乎是在那边。似乎有两个门，
你是从这里进，我从这里进。我不知道啊。老婆，过来看看这有什么特色。这些是些什么呢 ？Hello, my friend, hello。哦，这是什么呢？这好像都是这里的特色，是不是？干果。干果、坚果类。对对对。有点想喽。Hello。Yeah, yeah, looking for something. Yes, like what?坚果之类的，嗯，我都有点想吃。你想吃哪个？但是我会觉得好贵哦，你知道吗？这里300块钱一公斤呢，有点吓人吧？这个价格比中国贵好多。对对对，这个西兰花也能这么做？很奇怪，这西兰花160块钱，就320人民币一公斤。嗯哼，知道吧？嗯。Shukla sir， 你好。Shukla， 你好。谢谢。楼上是卖遥控汽车的。这才是乐高店该有的特色。欢迎来到阿拉伯，沙特阿拉伯。Harry Potter。哦，天哪，天哪！这赫敏吗？对啊，这哈利啊。哎，罗恩去哪了？这两个。这两个。1400人民币。嗯，可不贵不贵，哈利波特不贵。你看这个来，老婆。啊、哦，这海德威，这个不贵，这个有什么贵的吗？1169，2000多块嘛。你说我唯一有情节的就是这个泰坦尼克号，好，老婆给你买，7000人民币，打倒了，兄弟，算了，老婆还是买不起，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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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小了，不要老是哈的呀，老婆。看我们接下来发现了什么，电影院，天哪，哇，这些电影你们知道是什么电影吗？都还蛮多电影的，来侏罗纪公园啊，哦，哇塞，老婆，刺猬索尼克。这是最后的生还者吗？不、哦，我乱说的、啊，不好意思。啊，这是日本动漫啊。对啊。哦天哪！哦，这是那个《壮志凌云》嘛，最近上映的美国版《战狼》。哦，这是阿拉伯丧尸片，看到没有？啊，看到没有？哇塞！我点了个想看这个。所以其实他们的限制好像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严格哈、啊，大片都是实时更新着上的。这里买票。Sorry，excuse me， where is buy ticket？ 你、yeah. How much one？Take it. 65. Okay, okay. 65吧。嗯，大概就是人民币的120块钱。人都有，我准备买了，然后我说好了好了，可以了，我走了。哇，有点贵哦，120块钱。120块。一张票。对。你觉得是贵还是便宜？反正我在重庆看，我每次都是看20-30块钱一张的。我觉得算正常消费吧。是吧？也有些影院也挺贵的。OK。这还有他们的一些特色甜品，我们看一下这阿拉伯的甜品，看着挺好吃的。开玩笑的。我知道这个，这看着雪甜这个。对啊，我们从伊拉克走过来，然后在黎巴嫩，再到叙利亚，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食物。Yeah, from China. Nice, nice, nice. 接待够。好啊。吹嘘一下，可能会尝点都吃的，但我们尝点。我怎么样装作我没有吃过的样子呢 ？OK， 老婆来。Hi, thank you. Hello. Thank you. Under this very good. OK. Thank you. 尝一下。他们的。嗯。纸巾还给你备上，老婆。嗯。怎么样吗？好吃。甜还是好吃？我回信的说好吃。哦。太甜了，太甜了。OK OK OK。nice nice nice， 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你的冰糖的，嗯，富裕，嗯，好吃哈，好吃，富裕，嗯，好，你们看我们表情就知道我们什么感受了。吃多少顿？吃多少？吃多少？吃多少？刚逛了那么多吃的吧，本来想买瓶水的，我一看给我吓着了，我的天哪，一瓶水大概在人民币30块钱左右，两个不是要喝60。太不靠谱了吧，这白嫖不香。商家说、啊、听我说谢谢。碰到你这种客人都倒了血，我说真的，逛个街水啊粮食啊全部被吃。那我祝福你全家。前面似乎是一个游乐场，可以到我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毕竟来说我是游戏界的王者。走，脚踢幼儿园哈，让我们去大杀四方好吧？有没有一点成人一点的游戏？有没有老婆？他们在玩什么？我们去看看。
哎，这个看着有点好玩哦。老婆，我们去找个成人一点的游戏，一显身手。这个。这个。哎，老婆，这个看着好玩。这个几块币哦？我去，八块币啊！16块钱玩一次。哦，这个好好玩，看着。是时候表演我炫一下技了。买币，买币。走走走。土豪国商场游戏厅可不是说能玩就能玩的，必须得先买充值卡、啊、最少预先充值500元。我们本打算要放弃的，但前台的姑娘把卡借给了我们。我们只飘一次，我们只飘一次，只玩一次是不是？对，只玩一次不能玩多了啊。对对对，关键是有可能他会让我们不用付钱，你知道吗？对对对，所以就不好意思。嗯，所以我们就那个。好，来吧，老婆，你来玩。来，我看你出丑。哦，不是，看你玩。什么眼神？看我出丑。耶、yeah, ，哇，他有3000块钱在里面，牛逼！老婆来。哇。Go， 哎。啊！哎，这个咋手怎么抹到这里来了？啊！我懂了。你会开吗？老婆，你会开吗？你这个是什么技术？我会。啊。你的狼叫呗，那是。呜呼，放飞！你看他动都不动。第8名，还是蛮好玩的，就是有点小贵。20差不多。啊，20人民币一次。哇，人家说我不要钱，我只要卡就可以。啊，对。哦，挺热情的哈，真的。不，我不是白嫖说这话哈，我是真心觉得，知道吧？20块钱我付不起吗？确实付不起，付得起。这是个什么好玩的？我们进去看看，参观一下，好有科技感哦，这里面，对吧哈 ？Hello， 欢迎来到未来的世界。耶、yeah ，可以试试吗？他让我试一下了，我、啊、来试一下，来试，OK。天哪，乔氏，你不要丢人了哟！呜呼！有多少？5800。哦！8600的最大成绩，知道吗？我看一下。5800那个丢脸了。哎呀，丢人了！舒克拉！这段要掐掉，真的，这段一定要掐掉，这个真的，我不知道，你知道吗？别人以为你很厉害哈、结果一打，沙特的吉达是整个沙特最有钱的城市，也是整个中东最有钱的城市之一。怎么表现出他土豪的气质来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他有全世界最高的喷泉。你知道那喷泉有多高吗？它有312米高。312米是个什么概念？大概相当于80层楼那么高。现在我们就去带大家参观一下那个喷泉。Just 45 there. Total there is 45. 45. Yeah, it's far. It's not near. Oh, one way only 20. 20 is not. Sorry.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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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我们再尝试叫一下车。我打算用本地语叫一下。Hamra. Hello, sir. Ongla listen Hamra. Hamra. Yeah. Ongla listen Hamra.听懂了，听懂了。OK， 打那个打表。打表哈。好慌。哎呦。45都没做。怎么？59。100人民币。没了。我们现在到了，我们来参观一下吧。这，说实话哈，我第一感觉它没有300米，它说有300米，据说现在好像调整到了200米。建议他们搞一个那种音乐喷泉还好看一些。对啊，嗯，我看那网站上介绍，他说这个喷泉啊，你要好好欣赏它，你还必须得住这个酒店。这个酒店大概价格是2000人民币一晚上。哎呀，我被骗得好惨好苦啊！你们这个谁写的攻略这么黑？你们这个这哪有厕所呀？我也想上厕所呢。你花那么多钱捐一个这样的喷泉，不如搞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厕所，多有噱头啊！对，我觉得那个也没品，真的。我去搞。不要！